其实像这种设备，像这种设备，就是说你速度够慢的话，你精神会效果也好。它毕竟是电机嘛，电机它来回跳，它肯定越快的一种锁，锁的时候会一会会效果会差一点。这个的话 ，laser， 这个 laser 的话，有一定的换费用的话，像这种管儿是2000多，2000多。那么呢，我们一般的时候，那个配件的东西有机器的报价，配件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用这个机器，怎么也得用2000多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像你看这个东西，它损耗的很小，一般的这管子用一年没有，一年或者两年都用，应该是。因为你这个工期不是很大，他说的这个就是说10个月的话，他按的是平均一天半个小时。我不会期待很高的要求，是不会给你很高的要求。但是因为这个机器也是机器，世界上没有永远使用的机器，对对对。